把自己的兴趣当成自己的职业。冠军就是周柯明，一演呢就演了20多30年。Good, perfect。哪怕有一天我坐着，也要把戏给拍好。我对戏剧方面的热忱真的一直在燃烧着。24位新秀即将强势登场，谁会延续红星的精彩？才华横溢初新秀2019。